晚上好，欢迎您来到十点读书，我是楚乔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两个人合不合适，吃顿饭就知道了。怎么判断两个人合不合适呢？有人说最简单的方法是跟他一起吃顿饭，因为吃饭的过程中最容易暴露一个人在各方面的细节。像这句话说的，吃饭见人品，饭桌见三观。的确，两个人一起过日子，能不能吃得来真的很重要。毕竟所谓细水长流，就是从三餐四季开始的。真正爱一个人，当然想和他吃一辈子的饭。朋友上个月跟相亲对象出去见面了，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，他特地去烫了头发，还穿了新裙子。为了给对方留个好印象，他还提前半个小时就出门了。然而他都在餐厅喝了两杯水，等了一小时，男方还迟迟不现身。他生平最讨厌别人迟到，男生第一次见面就踩中了他的雷点，他当场就在心里对男生扣了分。点单的时候，出于礼貌，他把菜单递给男生，让他先看看自己想吃什么。男生却以为是让他拿主意，一股脑全把菜给点了，而且点的都是他自己爱吃但他吃不了或不喜欢吃的东西，比如动物内脏、脑花和鸡心，他从小就不吃这些。他却丝毫不在意，当着他的面大快朵颐，吃到一半还用自己刚夹过脑花的筷子给他夹菜。这顿饭吃完回去，朋友窝了一肚子的火。他说平时和他在微信上聊天，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是这样的人啊，我还以为他挺有绅士风度的，至少知道跟女孩子约会最好别迟到。可在餐桌上看到他那个样子，之前对他所有的美好滤镜都瞬间破碎了。一顿饭就能看出来一个人的品行涵养，尤其是他在点餐时对服务员的态度，在吃饭时的言行举止，以及在用完餐后付款的方式，更重要的是全程对你的表现，一言一行之间都能映射出他这个人的本性。吃的东西还不是最要紧的，要紧的是一起吃饭的人带给你的体验感。吃得来的人吃完这次你还想和他约下次，吃不来的人吃过一次你就不想再见他第二次了。吃的是饭，看的是菜，但品的实际上是人。林清玄在《人间有味是清欢》里说，浪漫就是花时间慢慢吃饭，花时间慢慢喝茶，花时间慢慢走，花时间慢慢变老。这些浪漫是对人生而言的，对爱情来说，最浪漫的事莫过于和喜欢的人一起从一日三餐到白发苍苍，在一蔬一饭中携手共度余生。像我在微博上关注的一个博主，她和男友就是在饭局中认识，又因为吃到一块儿而走到一起的。确立关系以后，他们聊天时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吃什么。女生工作上表现优秀，被领导夸了，下班后就约男友出去吃顿好的庆祝一下。男友心情不好，下个月又要去外地出很长时间的差，为了安慰他，女生买了一堆他喜欢的菜，回家两个人吃火锅。火锅里他们都热衷加麻加辣的锅底，不管在家吃还是在外面吃，都不用担心因为一方吃不了而点鸳鸯锅或清汤锅。家常小炒中他不吃芹菜，他不吃香菜，所以每次自己做饭他们都不买这两样菜。从第一顿饭到现在，他们的口味都完美契合彼此。每次吃饭他们都不会自顾自地玩手机，而是互相分享各自一天的经历和心情，把每顿饭都吃得心满意足，其乐融融。生活中的仪式感不过就是用心吃好每顿饭，和喜欢的人在平凡的日子里认真感受烟火气带来的温暖。就像傅雷家书中说的，
你会发现所谓的岁月静好，不过是家中那碗热汤和始终为你亮着的那盏灯。是啊，一生所求不过温暖与良人，一生最重不过饱餐与被爱。你我都是普通人，可以不关心宇宙，不关心人类，只要关心粮食蔬菜和心上人就够了。如果可以谈恋爱，一定要找一个吃得来的人，他知道你不吃葱姜蒜，做饭的时候就不放这些配料，你知道他无辣不欢，每次在外面给他打包吃的都要特别嘱咐老板多放辣椒，偶尔夜里嘴馋想吃点东西，他虽然嘴上不情愿，却也顶着惺忪睡眼陪你出门去逛路边摊。等将来垂暮之年，坐在炉火边回忆过去，你们都会惊叹不知不觉中就陪伴彼此吃完了这一生。好了，亲爱的伙伴们，这就是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。爱情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想和喜欢的人一起吃很多很多顿饭。